牛牛，不要再啃手指，到时候有后果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哦。你就是习惯性的啃手指，能有什么后果？我妈说过，经常啃手指的人，以后手指会畸形，还会臭的。手指臭别怕什么，我男孩子更加不在乎，这小问题。长期啃手指的怪病，还会导致口腔变形，然后整个脸都变丑。别仗着自己是学霸，就欺负我读书少。我不相信啃个手指会有这严重问题。你还傻？你咬手指的时候，还会把指甲盖里的细菌全都吃进去，会生病的。你可要记住，千万别再咬啊！辣椒手肯定不咬。同学们，准备下课了。打开课本第39页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新的古诗。辣死了！快下课的时候。我服了牛牛了，嘴巴都辣肿了，还在啃手指，肯定是啃多了，都辣麻木了，所以渐渐的就不觉得辣。所以这首诗的整体意思，哪位同学能给我讲讲呢？李牛牛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你怎么回事？我看你该不会是上课偷吃辣条了吧？辣条？我没有啊，老师。牛牛居然被误会成吃辣条，还敢狡辩，嘴巴都辣肿了。大聪明的好办法！哎呀，这个办法好，我好几次想啃都啃不到。对待李妞妞就得强一点才行。我们真是天才，摆个3-5年，妞妞的怪病肯定可以戒掉。妞妞，是你说的，要是戒掉的话，放学再请我们吃炸串，可别耍赖啊！我李妞妞从来都不耍赖，什么时候吃都行，你们说说看。那就现在吃，吃吧！我知道哪家最好吃，炸串。我得悄悄多买一点，一会儿买点我的东西就会更多。都拍好了吧？现在大家交换购物车，小美，我跟你换。好，而且咱俩换。好，归位结束后，到收银台集中第一个到的收银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小美的车里面大部分都是化妆品，我应该先去女装区，这样就可以放好大部分。李乔的车里全是吃的喝的，我可以先去饮料区。白雪，怎么买这么多学习用品啊？我逛超市从来都没有逛过文具区，在哪啊？累死我了，这么多要归位到什么时候啊？防晒，防晒应该放在哪里呢？咦，找到了。
根本就找不到。我运气终于找到了，我就随便往这么一放，谁能发现？那三个笨蛋肯定还在老老实实的归位吧。现在就去收银机，第一名必须是我的。过了一会，小美，你怎么这么快？我可是从小逛超市长大，对超市简直太熟悉了，好吗？超市归位赛对于我来说就是小意思。哦，我是第一，赶紧打电话把唐一桥那只蜗牛也叫出来。故事的最后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得了个第一。说好的啊，这张图片里面的东西你们为我买单。总觉得这个事情哪里不对劲。买买买，既然是我们答应的，肯定买。照片发回来了，我这就照着去给你买。等等，怎么把雪梨耍耍赖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耍赖，我就是想知道呱呱刚才购物车里的拖鞋你放哪了。拖鞋还能放哪？肯定放回拖鞋那台了嘛。什么拖鞋？我没拿过拖鞋啊。哦，小美你作弊，是不是根本就没把东西归位？这么多东西我记错几样不是很正常吗？可别乱说，我花小美从来不作弊。总算被我找到你了。视频里的人就是你吧？居然把一堆东西胡乱放在角落里，你不买东西也别乱扔啊。现在必须立刻马上跟我回去买套卡。买买买，我买。阿姨你小声点嘛。雨强，你是懂吗？你都听不懂，我就更加听不懂了。那同学们好好准备今晚的发光晚会，我们一起发光发亮，加油！什么叫发光晚会？从来都没听过。我也没搞懂王老师的意思。老师让我们发光发亮，又是选在晚上进行，会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最近很火的发光服啊！不是吧，王老师居然知道发光服？什么发光服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我也没听过。你俩只知道读书，当然不会知道这么好玩的东西啦。就是一种穿上以后在晚上会发光的服装，简直不要太酷啦！听起来很酷哎。那你们都有发光服吗？进来，我们晚会用。我没有哦。我也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买也来不及呀。老师怎么不让我们提前准备呢？肯定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临场发挥能力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这我们怎么解决啊？还临场发光？老师的心眼可真多。谁在骂我？王老师，今晚班级演讲比赛的主题是发光，你们班的同学应该都做好充分准备了吧？我跟同学们卖了个关子，没有明确告诉他们今晚是演讲，就当做考考他们的临场发挥能力。这你不怕他们理解不对吗？不会，我对我的学生有信心。发现张博士的发明里面有没有荧光棒之类的东西？还真有，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用荧光棒自制发光服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哇，那我们班今晚肯定是最出彩的，自己创意做发光服哎！哇，那还不成？赶紧出发，把雪茄拿荧光棒啊！到了晚上，嘿嘿，今晚最发光发亮的肯定就是我们一班啦！哟嘿，那必须的，我对自己的创意非常满意，一会儿我就闪亮登场。张博士的发明也不是全都不靠谱嘛，这个荧光棒我看着很不错，是很不错，咱们走快点，别迟到。好，一班发光小组出发。同学们应该快到了吧？不着急，我们班的同学也还没见人影呢。哎，那里怎么一组发光人？这肯定是哪个班的傻学生，不会以为发光晚会真的是让他们来发光发亮的吧？老师，我们来了，我们带着光来了。真没想到，原来老师也想进光。老师，快夸我们呀！今天咱们班肯定是全场最闪亮的。老王啊，原来是你们班的傻学生。哇！怎么了？难道我们还不够闪亮吗？闪亮，当然闪亮了。要是再跳个舞，就更闪亮了。哦。发光发亮的，哦，原来是要发着光演讲啊！老师，我没问题的，我也可以。
哦，好嘞！等一下，我怕黑，把我娃娃给关。我好了，这个弹力球胆子这么小，一会儿不会吓尿吧？于是。我怕晚上梦见下雨呗。哦，真有道理。十分钟后，就是现在。大半夜的，谁敲门呐？有什么事不能等明天？烦不烦呢？也许有什么急事吧，我去看看。谁呀？没人啊，奇怪，门口没人啊，是不是我们都听错了？啊，那赶紧睡吧，好困。我梦里的奶茶还没喝完呢。不是听错，又敲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人，那会是什么？常理强，你别吓唬人。倒是想看看到底是谁打了这句，我就在门边等着，看看是我开门快还是他跑得快。有人在搞事情，会是谁呢？科学万岁，相信科学。我已经快吓尿了，怎么办？雨乔快吓尿了，小美撑着伞。我知道是小美，怪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吓坏了，就她还能假装睡得这么香。谭雨乔，你快吓尿吧，我有雨伞，我不怕。那就将计就计。那好吧，关灯睡觉喽。第二天，走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唐雨乔，你是不是今天早上也没刷牙？都快迟到了，顾不上了嘛。那你别在宿舍打哈欠，污染。
想宿舍空气。小美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不想跟你一起走，你的牙太黄了，站我旁边影响我的颜值。一个两个都不等我，真坏。课堂上，马上就期末考了，小池这首诗大家都会背了吧？唐小凤娟，你来试试。泉眼无声惜细流，树阴爱水涨前游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下头。教室里怎么一股怪味？不对，真的有汗臭，这个味道直击我的天灵盖。老师，我真没觉得有什么味道。哎呦，看你瞧，是你，你一开口说话就一股恶臭，怎么回事？还不怎么回事，他已经三天没刷牙。老师，我请假，他来了，我赶紧下去了。我也不能不行，我也请假。老师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我也请假。老师也有点不舒服。请问幼车是在这等吗？对的，爸妈。哎呦，小姑娘家家的口气真大。爸妈，你没事吧？小姑娘，你坐几路车？我也坐一路车。晦气，我不坐了，走路起码空气好。终于回去了。哎呀，太丢脸了。是妈妈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想过她。有好戏看，今天出门看你怎么被别人骂。过了一会，而且和雨乔还没回来吗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他们肯定在外面，那我们出去找他们吧。我今天还没敷面膜呢，你先去。那我走喽。看戏看戏。吵架无敌手，一百元吵一次，一个小屁孩吵架能有多厉害？你等等，你喊我。吵起来，吵起来！喊的就是你，这么大个眼睛，长来干嘛的？我眼睛能听见你喊我，那我不早就上新闻了？大白天的在这瞎晃悠，我看是作业布置少了，闲的吧？那你大白天也在这瞎晃悠，我看是孙子生的少了，闲的吧？你一个学生不好好学习，天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你一个爸妈还不好好说话，天天管这管那，怼天怼地。你属狗的吧？这么能浪费？你属黄瓜的吧？这么欠拍。果然是吵架高手，我输了。这爸妈真奇怪，莫名其妙骂我一顿，又莫名其妙给我钱。不会吧，林呱呱居然吵赢了，再给他找个对手。哎呦，谁？就林呱呱在那边，肯定就是他。会吵架很厉害是吧？怪不得这么嚣张。那咱们就来吵一架吧。我看你这样就应该回去好好照照镜子，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啊，还敢来招惹我？你才应该回去拿镜子好好照一照，自己头上插了几根葱啊，就敢在这里装蒜，谁都不许欺负我，我可是妈妈的心肝宝贝，这么宝贝，要不你去把大熊猫干掉吧，这样你就是国宝，全国人民的心肝宝贝。你个大脸盘子，真以为自己面子很大？你个四眼田鸡，近视1200度，看得清楚我的脸盘子吗？是不是啊？输了，心服口服。这些人今天都吃炸药了吗？干嘛一个两个都来骂我？赢了，我只是随手这么一写，没想到林呱呱还真有这个天分。我的七只泥猫的母来，牛牛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今天林呱呱大发善心，到处拍钱呢。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他在那边呢，他只剩最后200块，赶紧去找他吵架，吵赢一次拿100呢。那这个钱不是白送给我的吗？看我贴嘴钢牙李妞妞重出江湖，这次能吵赢林呱呱了吧？林呱呱，我们吵一架。你每天吃那么多饭，就是为了有力气跟我吵架吗？反正今天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跟我吵一架。我看你就是老鼠逗猫，没事找事。你敢说我是老鼠？你不是老鼠是什么？
平时就贼眉鼠眼，跟你弟你妈就是蛇鼠一窝，遇到事情胆小如鼠，别人一凶你就抱头鼠窜。你什么你就说你是不是老鼠。你嘛给你、无语了，今天这些人都非要把100块给我吗？真没劲，就没一个人能吵赢林呱呱呢。呱呱，你背上怎么贴着一张纸？我看看，吵架无敌手，100元吵一次。怪不得我今天一出门就被人各种吵架，完了还给我钱，是谁干的？我和雨乔都不在宿舍，那肯定就是小美了，肯定是她了，她在那。小美，你给我回来！那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小美，你说吧，烤肉还是火锅？啥？你想了这么好的主意，呱呱这一会儿功夫都已经赚了300了，难道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？对呀，快选快选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对，多亏了我的好主意。今天我宴请兄弟们去烤全欢乐大餐，怎么都没来？呱呱老大，兄弟们都想来，但是大家都没写完作业，来不了。傻瓜帮的兄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挫了？连作业都不能按时完成，哪来心哦？不怪兄弟们，实在是李主任太冷了。李主任说，越是到期末，越是必须布置更多的作业。最近作业多到大家连睡觉时间都没有，很多同学都有意见，但都不敢说什么。毕竟主任有开除大家的权利。我也害怕啊，老大。必须回去写作业了，不然就怕他开除是吗？我们一起回去会会这个李主任。是老大。十分钟后，教室。看你们回去偷懒，今天我就在这里监督你们，全都给我做完了才能回去。这几天都没睡好，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？李主任已经做了一整天了，我有点口渴，可以去喝点水吗？差生就是借口多多，我看你是想去茶水间偷懒吧？不是的。哟，李主任，好大威风！林呱呱同学，你不是很牛很硬气吗？怎么，今天也来这里乖乖做作业？看我像是来写作业的吗？别以为你是学霸，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，惹急了我照样把你开除。就想问问主任，你把大家的睡眠时间都霸占了。这样的状态能考试吗？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太对呀？对不对？你能比我这个主任高？我说对的就对，错的就错。要想进步，就必须教导不缺去努力。要想进步，就必须教导不缺去努力。两个好，大家给主任鼓掌。少给我开脑洞，通知你们大班所有人，通通给我回教室加练做洗衣。让我的兄弟们回来是不可能的。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对着干哦？我就先把你开除了吧。不要了，主任，我们本来会帮你的。慌什么？只要我还在，傻瓜班还在，就不会让任何一个兄弟吃亏。主任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你可能没空管大家的事情了。我李有才现在就专门管这个事情，怎么会没空呢？喂，校长。李主任啊，你真是我们学校的模范职工啊。校长，努力做好学校的事情都是我这个主任应该做的。李主任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在咱们的学生职工群体里，你说过的一句话都流传开了。是哪一句？要想进步，就必须觉都不睡去努力。太励志了，这种精神实在是让人太佩服啊。校长过奖了。今天我收到了学生们的联名信，他们推荐你给学校撰写10万字的校史。校史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写？林呱呱，你刚刚说我会没空，指的就是这个。那个联名信是你喊人写的？对呀、主任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李小子很会做事。明天就刚好是校庆，早上9点开展。李主任，你准时把校史带来。明天10万字，校长，我做不到啊。太谦虚了，李主任，你都说了，要想进步，就必须觉都不睡去努力。你肯定可以做到，我相信你。我也赶紧去看看校庆的现场布置。是你，太狠了！你对大家都这么狠了，我当然得向你学习了，主任。是你狠，太好了！谢谢老爸，谢谢老爸，用好成绩来谢谢我吧。现在还等什么？回去吃烤全欢乐大餐，放松放松。
我买的，限量款，高级 VIP 才有，你们这些普通人是不配得到的。哼，丢丢你真烦，拿走拿走，别影响我复习，回你们阿林斯去炫耀显摆。哎呀，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这么着急轰我走，是不是得不到的东西端看一眼都不敢呢？什么？丢丢你已经在我们宿舍炫耀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快回去歇歇吧。书呆子，你还复习了一个多小时呢，你怎么不歇歇？就是嫉妒我呗，没办法，你羡慕不来喽。我嫉妒？你最好滚快点，不然我怕我忍不住揍你。书呆子二号，你天天看书一定很无聊吧？不像我可以背着限量款包包到处逛，拜了个拜。忍不了了，气死人了，讨厌鬼，居然找我玩小美。小美，把今年最限量款的包包找出来给我看看。那可就厉害了，喏，就是这个，全世界只有一个。副厂长，你该不会要我们把它买下来吧？买就买，反正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。唐雨乔，你是不知道有多贵吧，能有多贵？把我们全宿舍嘎了腰子卖了都不够一个零头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就这样让那个丢丢踩在我们头顶上炫耀吗？那是不可能的，炫耀到我们头上来了必须反击，咱们自己做一个限量款，看我的。这就开工了。跟你绝交！啊，厕纸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只是想听首歌消化一下再给你拿厕纸嘛，怎么就绝交了？悠悠有一天，花小美帮我个忙，啥事？你说。江博士在楼下等这份实验报告，可是我突然肚子疼，你赶紧帮我拿下去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非常着急，赶紧去。好，这一集还剩两分钟，要不我看人家去吧。科研大会就要来不及了，一时粗心居然把实验报告放在了女儿的书包里，还要等多久啊？快了快了，我女儿说她已经下来了。太精彩了，再看一集。江博士应该拿到报告去科研大会了吧。下个楼怎么这么久，打个电话问问。太搞笑了，这次谢谢你了花小美。最后，瞧，求求你了，理我嘛！不要生气，白雪，你理我嘛？一边去，看你烦。呱呱，他们都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再这样拖延症下去，迟早一个朋友都没有。